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两个？徐州，你给我过来！妈妈叫你的小名是什么？叫我弟弟，因为我从小生出来，他们就比较爱护我、照顾你。拉弟弟一把。形象嘛，一个 Big Brown， Brown， 这个叫 Connie， Connie， 你喜欢哪个？都喜欢吧，但是更喜欢 Brown， 我觉得 Brown 比较憨厚可爱一点。他们自己，比如说生活中，穿衣服什么的，你喜欢哪种类型？就像这样子吧，就是比较简单这样子，然后穿起来比较舒适。健康，运动装，运动鞋。平常比如说除了练歌演戏还喜欢做什么？健身啊，锻炼，然后看电影。喜欢看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电影？都喜欢看，我喜欢看好看的电影。健身，最近在看危机13小时，爱情片。做一个专属为许魏洲的一个表情，你会做什么？觉得应该是长什么样，表情应该是什么样，然后穿什么。我要是能变成一个玩偶的话，我就变成猫咪吧，就不让的表情吧，不穿衣服吧，天多热，光膀子。不睡觉。喝喝酒。变老。我们带入自己的外貌，就可以拍那种比较鬼形象的戏，可以。等老了之后吧。